大家好，我是表妹，来赶海了。今天的话，潮水退的比较晚啊，走，出发了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赶海，看一下，找一下，看有没有东西可抓的。哎呦，这里泥土有点黑黑的嘞。这个，哇哦，哇哦，一下来就有收获。哇塞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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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哇哦，一只大家伙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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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那两个钳子特别凶的，我之前被它咬过一次，指甲都差不多要断了。带了哦，一只大家伙。啊，这里还有青口，特别大。这里又是吗？又是螺吗？咦，有点难弄，有点难弄。哎，嘿，跑了。哦，这里。哎，一下子就跑哪去了？这里，哇哦，又是一只螃蟹来的，哎，小小的地方那么能跑，哎呀，这里，还跑吗？不跑了吧？哇哦，一只独角蟹。个头可以哦，哇哦，一只母蟹来的，收了，小母蟹，我敢加，呦，我去找一下，哇哦，这里，哦呦，都有点看不清了，这里还有一只加我的，哇哦塞，呦，这个头可以，哇哦，这里。哇，一条海鳗！先把这个放桶里先。哇塞！好玩！太难抓了吧！哇，它的身子好滑，叫我有一直在那里甩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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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跳舞吗，宝贝？好久没有抓过这么大的一条，这是捕上来的了，哇塞，个头可以哦，超长的，溅得我衣服都湿了，带上，哇塞，呦，哇哦，里面好多粘液，好难抓，呦，我的妈呀！太能折腾了。好滑啊，宝贝！哎呦，放桶里来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再找找。看看，哦，蟹躲在这里了。哇，这里，有一条皮皮虾，哟，还是假的吧，要不要被它弹到，好疼的，这个个头可以带了，收了，哎，这里还有这条，好像有点小了，对吧？太小了，不要吧，苗来的。哇，好可惜哦，我最喜欢吃皮皮虾了，但不能要。
这里也有，这有一条。喂，怎么都那么小呢？那跑出来透气的他们。哇，这边还有一条，这条好像，哎，又生气了，哟，夹都夹不动。水浑浊了。哦，这里，它也很疼的，只能这样抓了。这只不要了吧，不要了，大了再过来啊。这个太大了，没办法带走。这都是好多的青口。哇哦，这里有螺。哇哦，螃蟹跑出来了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哇哦，好大。还有吗？哇，这还有一个，紧了。大头鱼。天准备要黑下来了，得抓紧时间了啊！这个螺壳，哎，这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两颗螺带了，今天有螺汤喝了，拿来直接拿来煮那个冬瓜汤，是特别好喝的啊。好多的小青口啊，这个是吗？这里也有，这堆好小。这里的比较大颗一点。哇，这里也有，嘿，哎呦，好大颗哦。好老了又黑，越老的越黑的，咱们直接剪就好了。再拿一只手，这是你，这个也是。哇，这里有好几颗。哎呦，今天发财了。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是两颗超大颗的在这里。哎，前面也有啊，这里，潮水刚退的这些螺还没握进去呢。天黑没什么人赶海了，我自己偷偷在这里捡。我还有两个，爽啊！都有好多那些巨鲫蟹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是巨鲫蟹来的。这里还有。今天抓了一堆的螺窝，底下还有螃蟹啊什么的，因为怕他们打架，拿海草盖住了，收获还可以。天黑全部黑下来了，回家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阿美的视频，记得关注一下。蚊子太多了，得赶紧走。拜拜，下次见了。